哎，好，谢谢啊，就是男的爱我，谢谢谢谢。哎，好，听见了啊，这一上场观众特别热情，哎，这么早就表白了，那人还没空手来送礼物，是得给我买的花啊，送于老师那个菊花。真是送我的呢，这是吧？嗯，爱您啊！嗯，一上场这半年来，嗯，也不知谁带起来这毛病了。什么？是一上场就喊郭老师，我给你生个孩子。谁呀？人家那边也喊于老师，我为你不孕不育。真好，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啊，难得大伙那么支持我，是无以为报。嗯，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哎，这是因为您各位对我们都熟悉。嗯，我叫郭德纲，是无所谓了啊。怎么到我这无所谓呢？都认识您呐，无所谓哦，就不用介绍。在中国相声界提您，那是这份儿，您又捧我。不管是台上台下，方方面面，没有超过您的。太客气，真的啊。当然，今天来这些位啊，咱们应该感谢人大伙，是吗？天气不好，嗯，四面八方赶到北展，对，当时来听相声，冒着雨，一演出就下雨啊，一演出就下雨了啊，我也不知道怨谁了吧，反正咱俩人的责任，怎么着？咱俩人责任？要是因为我呢，就是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啊；要是因为我呢，在家不行善，出门倒雨乱。我怎么那么倒霉呢？这个，不管怎么说啊，人家大伙花了钱了，四面八方赶在这儿，咱们得对得起每张票钱啊。那倒是，是不是啊？嗯，人家破费了，这一晚上也许花了800，花了1000，哦，让您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对得起每张票钱，这是义德呀！啊，当然了，您是花钱了，啊，花钱在家这钱不是乐出来吗？是吧？在家怎么乐呀？你看你这儿花800，你乐100啊，在家里800乐不出来。在家吃完了饭，全家人坐一块儿，嗯，数出800块钱来，全家做好了啊，嗯，来乐吧，咱们啊，什么叫乐啊？乐不出来，那是。你要真乐出来了啊，你那个病800治不好，神经病。钱无论分文还是百万啊，都要掷地有声，花的响处。哎，该花就得花，嗯，该省就得省，没错。沾花钱，于老师是行家。我能花钱呀，啊，北京最有钱的说相声的，嗨，跟大伙说说在乎钱吗？钱对我来讲就无所谓，看了吗？啊，这人刺就刺在这儿了。你让我说的呀，你这是说瞎话。我怎么叫说瞎话呢？有句俗语儿批评你，怎么说的呀？说瞎话不带脱裤衩的啊？说瞎话脱裤衩干嘛呀？不是，那老话怎么说？老话叫说瞎话不带长眼儿的，长眼儿不带脱裤衩的啊。不知道您这全脱裤衩，脱裤衩长眼儿，没听说过一边脱裤衩一边长眼儿。哎，好，忙不过来了，这个啊，就叫说瞎话不带长眼儿的。我觉得你对钱这个态度有问题。怎么有问题？不说实话，我这就是实话，真的。你老话说太对了啊，一文钱憋倒英雄汉，人在没钱的时候，一分钱都是好的。那倒也是，我有时没事我老想我原来那会儿啊，当年没钱的时候，哎呀，啊，看谁都像烙饼，哦，好家伙，全要吃。那会儿真没钱，啊，早上起来炸油条的，嗯，2块钱一根油条，不贵，翻遍了上下找不出这2块钱来，就没有啊。站在炸油条这摊儿上看他炸，啊，看了1个多钟头，好家伙，炸油条的也不是人，怎么呢？我都看1个多钟头了啊！你给我个3000根5000根的，凭什么？一天才炸多少？看完了，烟熏的，买不起，心里不是滋味。嗯，没有这2块钱怎么办？走吧，真走，找地儿拜拜心火去。去哪儿了？找个厕所方便一下。也就撒泡尿拜心火。一低头，嗯，地上有2块钱，在哪儿呢？在橙黄色的液体。太恶心了！你看这玩意儿啊，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你要拿呀？大部分身体都泡着呢，那，啊，脚在上面用，给你个机会，嗯，牙齿这边掐住，嗯，我倒了倒了还甩，买油条去啊？拿他买油条去啊？来，来这油条。
要吗？他忙得跟什么似的啊！一把给接过去了，扔在钱盒子里了，收了。再一回手，嗯，这怎么回事？抓了一根就走，好强！眼泪都快下来了，费多大劲呢？这是。命里无油条，莫强求。哎，是。哎，怎么就踢啊？伸俩指头，夹着油条这尖儿。哎，简直。吃是吃饱了，那有什么用？交朋友吧。怎么交？往回走啊！于谦吃早点，我不走、哎。我也不吃这玩意儿。老琢磨怎么能发财呢？啊，后来想买彩票是个好办法。哎，中奖了就发财了。人家说一开奖几百万、上千万的都有，有这时候。对呀、啊，嗯，要是万一这周开奖我能中奖，多好！你想管什么用？我还找了个庙，干嘛？给佛爷烧香，这也求佛。老佛爷在上，弟子在下啊，保佑我这周开奖中个500万，不少。中奖之后重修庙宇，葬祀金身，是得许愿。开奖之后啊，没有，没中。下周我又去了，还去。佛爷，嗯，300万也行。哦，这就落价了。重修庙宇，葬祀金身，这可不能变。开奖没有。哦，下周还去。嗯。100万也行啊、哎！穷疯了，重修庙宇再次金身，没有，全没中。行，怎么着？不中有不中的办法，还有办法。找了几个不错的哥们儿啊，带着铁锹啊，镐哦，撬棍哦，开着拖拉机干嘛呀？跟我拆庙去！嚯、哦，要拆人家！一进庙吧，和尚吓坏了啊！阿弥陀佛，施主您息怒啊！啊，您这是怎么了？是怎么了啊？我见天来，你不知道吗？嗯，让他保佑我中奖，到现在没中啊！封建迷信，哟呵，我拆着他啊！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啊！施主，您的心情我理解啊。贫僧我要提醒您，什么事？想中奖不要紧，干嘛？你得买彩票。你缺心眼吧你！求半天佛不买彩票，我以为是开了奖有人通知我，凭什么想来呀？哪儿那么好心眼儿？哎，找张纸啊，写个座右铭激励我成长。您写哪句？提笔忘字儿，哪字儿忘了？那个字儿，你说吧。夏天到了啊。一只青蛙扑通扑通一声掉在水里，溅出来水花，那个花字怎么写？你累不累？你就直接问花字就完了，这样形象我乱了啊！这草字头一个花，对，啊，那花是四个大字啊，我要花钱。座右铭太水了，词语虽然简单，表现我这份真挚的感情啊，挺真挚。但是话说回来，想花钱你得有钱呢，你得挣钱啊！我上哪儿挣钱去？想主意啊！难道说我去抢银行吗？那还行，可以。真抢银行去，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呀！哦，怎么着我就不成吗？嚯！大家拿把菜刀啊，进银行我就喊打劫，那就都这么喊。我看他怎么办？你来来到银行，一脚踹开了门。嗯，一进银行一举着刀，怎么着？打！喊出来了。这天是警察发工资，什么意思？交通警、户籍警啊，特警、武警，连防暴队。哎呦，1000多警察叔叔啊，背着机关枪等工资呢。好家伙，都在屋里头呢。我可喊出来了，打呀，打！怎么着？打！走、啊！嗯，向东流。警察没有啊？改的还真快呀、啊！警察过来了啊！好，嗓子不错啊！瞅着你那刀，解释一下吧。那个警察说的，我肩周炎啊，是吧？跟神经病似的。怎么着？攥着刀停不下来呀、啊？我、哦、放不下。好，那行了，怎么着？跟我们回去做一个测验吧。怎么测验呢？给我带来公安局啊，切了一宿的土豆丝儿。抢银行的改厨子了。哎呀，天亮放我回家。
到家门口我乐了，怎么呢？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又出什么事儿？家门口地上放着一个饭盒，饭盒打开一瞧，里边一饭盒的钻石，打饭盒装钻石，半斤一块儿多少？哦，还有一张纸条写的什么呀？这一饭盒钻石送给你。希望你鹏程万里。嗯，底下落款写的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王文成大爷。哎、这是不愿意透露姓名。平地一声雷，陡然而富，转眼富家翁啊！哎，倒是有钱，发了财了。嗯，今天开始我的人生就不一样了。你打算怎么？我从今天开始啊，就要给人拉玻璃了。嗯，我有这么多的钻石啊，我拿一块挣两块钱。东西嘛，是快拿三块，你先省七块，拿四块我还送给你，什么呀？有那么多钻石拿玻璃？我也是糊涂了啊，不是，我是糊涂了。打现在开始我要花钱了，就是报复贫穷的时候。这怎么报复？先找一快餐店，干嘛？我先点餐，好像快餐喝完了，哦，站在柜台那儿，嗯，一万个汉堡，一万杯饮料。那个所有的套餐一二来三万份儿，先生您这是75000块钱，对，谁让你拿的？啊，我就是念念。你有钱你折腾人家干嘛？我痛快痛快，什么可痛快？江南江北一条街，打听打听谁是爹啊？问谁呢？以前没钱，现在有钱了啊，吃也得吃好的，吃快餐干嘛呀？那就对了，吃点原来不敢想的吧。哎，您说说以前什么不敢想？拌香椿，拌香椿啊，掐下来切碎了，搁点盐，搁点香油，拌完了吃。哦，还有吗？柳芽团子。什么叫柳芽团子？柳树一甩新枝，把那芽切下来，磨碎，搁点盐，搁点香油，外边拿棒子面包好了，上锅一蒸，柳芽团子。还能吃什么？盆里碰。什么叫盆里放？棒子面活硬一点啊，切成小方块，撒上干面，跟盆里把它摇圆了，拿水一煮，浇上酱油，浇上辣椒油，浇上芝麻酱，完了。还有吗？还有大喇嘛逛青，这是什么东西？盆里碰里边翘点菠菜叶儿，吃点原来不敢想的吧。以前您连这都不敢想啊。这搁谁一开春就都能想起来，知道吗？树一发芽全有，开春是想不起来啊。反正说这个意思，嗯，要挥霍。哦，哎，买新衣服穿，行，那是做貂皮大衣，可以啊。貂皮大衣14米长，14米长，错，穿好了后边好长好长的，那是穿上之后跟跪着似的，哎，是这么个感觉。黄鼠狼皮的大衣，谁拿那玩意儿做皮大衣？黄鼠狼皮的裤子，哦，黄鼠狼皮的皮鞋，穿之后往街上一走，嘿，鸡鸭鹅全跑，那是，把你逮他们吃了。有钱了养宠物，这可以啊，我是有爱心的人。你怎么样？我要和我的小宠物一被窝睡觉，这是体现爱心的。早晨一睁眼啊，宠物死了。您养的什么呀？金鱼啊！您把金鱼都搁被窝里养呀？是不是没有电褥子动物？什么呀？别瞎说了，我要养汗血宝马，养点马行。汗血宝马的玩法是两种，哪两种？一种清蒸，一种红烧。哎呀，改驴肉火烧了。我要养信鸽，这行，能飞几万里的信鸽，那是好品种。咱那个信鸽，那个血统啊，绝对不纯呐 啊！不纯的玩什么劲呢？咱那个信鸽是跟鹦鹉嫁接的，有什么好处啊？好极了，怎么着？飞迷路了，自己能问道。这主意也就你能想得出来啊？你直接让它飞回去不好吗？花钱呢 啊！别人一有钱了，那些暴发户们买别墅了，是你买什么这个什么四合院了？买房吗？没品位。你买什么？买中南海。郭德纲，你胡说八道，不要连累我们。
你说什么呢？你知道吗？有钱了，有钱你就胡说八道，这哪儿要买中南海？你还说我买完了？真的吗？我买了一整条啊！哎呀呀！您说的是烟呢？对，卖。你说的是什么呀？哎哈！这是你也知道害怕呀？这俩钱儿咱别胡说八道、啊、这说的是咱谁也别连累谁知道吗太危险了心噔噔跳啊行赶紧过去了啊天都买了点八了哎这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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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该寒气了啊行把我血都凉了不说好多危险啊啊反正是花钱找一开心嘛啊这还有什么呀还可以把文艺界的这些个朋友们请到家里来演出啊您要是做堂会找大腕儿怎么叫大腕儿？哎，什么叫港澳台的啊？什么叫国外的？哦，国内的，一定是知名度极高的艺人，请了吗？请了，都谁呀？比如说宝岛台湾有一个组合，哦，三个小女孩在一起唱歌跳舞，然后这个组合叫社，把他们请到家里来玩耍，你这还有钱？大爷有的是钱，不是钱的，你先等一会儿。哎，你说哪个组合叫社？一看就是没有上过学的人，我还汉语拼音失恶社，什么汉语拼音唱歌？你先等一会儿，怎么了？这老拦着我，这不是汉语拼音啊！告诉您长点能耐，你说那是英文字母 S H E， 还社？什么玩意儿？啊，英文字母啊 ，S H E。我说的，你说什么呀？这仨闺女说相声的还没有没造，这嗨，别提这个，我怎么好意思说哦 ？S H 社，这什么？没听说过，还是 SHE，SHE 对，花钱请到家里来表演，那可以。我还请了一个日本的老师。叫什么空？哦，三井空，孙悟空。哎，是嗨，玩棍儿玩的特别的好。孙悟空嘛，行了，别胡了。您记住了啊？哎，不叫孙悟空，那叫苍井空。你知道不少啊？废话，我要批评你们啊！这一鼓掌一起哄，我就知道你们内心是怎么想的。是啊，你少看那个两三个人就演完了电影。说到这儿什么空啊？你自知道知道。哦，对对对，他苍井空，那是来来到家里来表演，他也到家来了，来给他穿上，穿上，我都没听说，修一修过，容易容过，毛一毛过，我这貂皮大衣给他裹上，苍井空绝不能看出人类啊！是吧？开狗熊了，哎，裹好了啊！你们都不花钱看，是穿衣裳，嗯，我们花钱了就得看不见人，玩法不一样，知道吗？太各色，那是再请一些个相声的艺术家来啊，这可以，一定要是一级演员啊，要好的，最好还拿过相声大赛一等奖啊，有成绩的，那德艺双馨的啊，一样的相声演员来，是吗？都请来，好，我配合他们演出，嗯，哎，你怎么配合？我配合他啊，带着这一批相声艺术家，是带他们先洗澡去，先洗澡，洗干了净净的啊，都洗完了吧？怎么办？开始演出来了啊，我配合，你怎么配合？我扔肥皂啊。没羞没臊，嗨，不让你德艺双馨，行吗？不让你卖武术票去，能干活？害同行，我让你满足告状去。解恨来了，你这什么？我那肥皂啊，定制，是啊，扔地上捡不起来，铁的，好家伙。这叫什么呀？啊，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啊，前浪死在沙滩上，哎呦，前浪非要死在沙滩上，嗯，后浪就不让前浪死在沙滩上，前浪说我必须死在沙滩上，前浪说你不能死在沙滩上啊，前浪说谁别管我，一定要死在沙滩上，后浪说无论如何你不能死在沙滩上，沙滩说你们俩真浪啊，对，什么玩意儿你这？这您这嘴里这就够德艺双馨了吧？恭喜，哎，谁跟你德？有钱了啊。
前没辙，现在有辙了啊！这有钱只干两件工作，哪两件事？第一，勾引良家妇女下水；嚯、哦，第二呢，劝说失足妇女从良。你这学完了，不客气。谁呀、啊？哎呀，天天就这么个花钱法，有半年的光景，怎么样啊？我又落魄了，又没钱了，有多少钱都不禁这么糟了。那倒也是。到后来连城都不敢进了，怎么不敢进城了？想当初不管是北京城大上海、大马金高出了进去都知道咱能宽造啊，现在不行了、身上无衣腹内无食，晚上六七点钟站在城外边看着北京城里边灯火辉煌，眼泪都快下来了。风萧萧漫漫，古道连绵苍天，浓仙回头不看，灯红酒绿纸醉金，你我悲悲惨惨，步履蹒跚，一路行来天色晚，不由得泪洒胸前。唱出来了，心里不是滋味，正发愁呢，就听天上，来了一架解放牌的拖拉飞机，这能飞得起来吗？这个落在我面前，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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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蹦子，飞机闻分左右，这飞机闻分左右，打上面蹭蹭蹭，跳下十个大小伙子来，都是一米八的大高个儿，穿着黑西装啊，黑领带，戴着墨镜，黑社会。这十个人站齐了，一转身啊，一个扶了一个肩膀。飞机上下了十个瞎子，到我跟前特别的客气，是吗？郭先生您好，会说话啊，我还以为瞎子呢，这挨着吗？这个。郭先生您好，公主请您去一趟。公主，这句话我就愣了啊！公主请我，那不是一般人呢。那是，我现在混成这个样子啊！慢说，公主找我是母猪找我也得去啊！有母猪约人的吗？是不是约你啊？约人，你是人、啊，这最废话了。公主叫我去，我去吧。十个人搀着我上了飞机，关上门，这一个螺旋桨啊，咚。一个螺旋桨单桨飞机多累的，飞起来了啊，飞了3小时45分钟，到哪儿了？原地落下。嗨、我说就没飞起来，这个先生请下来吧。啊，拿手一指，这一片是公主的行宫。真到了，我的天啊！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顶装成，楼台殿阁，雕梁画栋，好一派人间仙境。这么漂亮，带着我走进这大客厅，叫这大客厅啊，75000平米，客厅就75000平米，大平层，这房怎么盖的？这70000多平米大平层，带电梯，越说越不像话了。平层怎么带电梯？我也纳闷啊，啊，就那手扶着呢啊。哎呀，这带个电梯啊！好家伙，屋里边正当中点着火炉子取暖，火苗子9丈9啊！嚯、房高3丈3，这不全给房了了吗？那房顶开窟窿，专门走火苗子。好家伙，这屋里边有时差那么大，出来进去的人都抱着地球仪啊，怕迷路。往这边。这一边儿，行行行，这一天别干别的了。我的天哪、坐这儿吧、坐这儿了。有工作人员递给我一杯猫屎咖啡，这个可是有名的咖啡。那当然了啊，印度尼西亚有一种麝香猫哦，吃完了咖啡豆，排泄物里边有没消化的咖啡豆。对，哎，通过加工最后磨碎了。据说北京城喝一杯这猫屎咖啡得好几百块钱。哎，这是很贵，就人家给我一杯这，你尝尝吧。尝，谢谢啊。啊，哎，怎么样？还是味道很独特，是吧？就是这个猫砂呀，真猫屎做的呀，这拉嗓子。
吗？吃一次了，你知道吗？还是个什么意思？什么个意思？正喝咖啡呢，啊，公主来了，真来了，因为听见鼓乐齐鸣了，哦，有音乐，啊，亮亮亮亮亮亮，咚当当当当，那个有点猪圈里来的是吗？啊，喜庆的音乐，猪八戒出来才这啊！一帮人簇拥着公主出来了啊！公主真好看，是吗？把这姑娘大高个是一米七，嚯，宽一米七啊，厚一米七，好家伙，扎皮桶来了，到跟前了啊！真好看，真是翻译过家真好，是。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公主殿下。好，殿下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家，美国呀，在俄罗斯的边上，是一个小国家，叫什么？叫吉尔吉斯小鸡蛋。什么名字？太难说了，吉尔吉斯小鸡蛋啊！它是个引人向上的国家。什么呀？公主的芳名是啊，公主叫一宿夏伊娃。这是个高产的娘们儿啊！倒是挺讲效率的。夏伊娃啊，这不等了，这是啊？等谁呀、啊？真好啊，太好了！公主跟这翻译耳语了几句。哦，翻译说：“郭先生，您先洗个澡吧。”洗澡？公主说：“您身上都馊了。”哎，这还不如你想啊，外边好几天了，洗。到旁边那有一洗澡的屋子，洗澡间。这池子让我很感动。怎么了？别人的这池子里边搁点玫瑰花瓣啊啊，嗯，搁点什么精油啊，倒点牛奶，是，也就如此。可不，人公主这池子什么呀？香菜啊，西红柿，鸡蛋，你碰妖精了吧？这他要拿你炖汤喝呀？事已至此，跑也跑不了了，拖出去了，下池子吧。真洗，脱衣裳下池子啊，一边喝咸丝儿，自然挺好。还有盐在里头啊。十个佣人围这池子伺候我，干嘛伺候？往里边磕鸡蛋。哎呀，还飞鸡蛋花呢。开始还行，是，后来水温一上来，啊，弄这一脸鸡蛋花儿，多脏啊！洗完了出来了，嗯、啊，拿毛巾擦擦，坐在这儿，公主带着翻译来了，又来了啊。公主这，哎呀，我说什么呢？我能听懂，我是辣子呀。听不懂怎么办？跟人客气呗。啊，哟西，哎嗨，说了这么一句，还日本。原来有个家教是苍老师吗？啊对，把这茬儿吧，俩钱儿不白花啊。哟西，公主也看出来了，是吗？语言无法沟通，哎，交流不了，拿笔拿纸画画跟我沟通，真聪明，多灵啊。嗯，画画什么？画了一只雪茄，这是什么意思？可能是问我抽不抽雪茄啊？有这个，点点头。嗯，哟西，还是这句。公主转身拿去了，啊，拿着箱子递给我一根，我一瞧，真不错。怎么呢？古巴雪茄，古巴是最好的雪茄。古巴的气候非常适合种烟叶，对，所以他那儿的雪茄好。嗯，还有一个原因呢，嗯，古巴雪茄就是古巴的少女拿着烟叶在腿上搓出来的。有这么回事吗？哎，这你外行了啊！不知道。那古巴呢？它的三分之一的人呢是黑人哦，剩下三分之二的大部分是西班牙后裔哦，所以当地女孩混血的居多，是吗？好看、漂亮、大高个儿，嘿，大长腿，哦，大长腿毛啊、哦，还有腿毛。那一帮姑娘站好了，腿毛哗啦啦哗啦啦，啊，是看着跟山腰似的。哎呦，就这个位置，坐一屋里边啊，小便扇一吹，就腿毛大。拿着大烟卷搁嘴，啪啦！你琢磨抽那玩意儿，你受不了吗？是吧？多过瘾啊！递给我了啊！古巴的，闻出来了，真好啊！啊！把腿毛夹进去，就干个事儿，跟腿似的，点吧。太过瘾了啊！嗯，哎，哦，公主看我很高兴啊！啊，所以，爷，
呀，是是，赶紧在屋里拿笔拿纸，画了一瓶红酒。哦，问你喝不喝酒？拿出来一看啊，法国的红酒又是最好的，法国红酒最好啊，尤其最讲究的，嗯，那葡萄汁得是踏浆。什么叫踏浆？踏浆啊，葡萄采摘下来，放在一个大木桶里边，啊，请一些姑娘来，光着脚在桶里边踩。哦，这个技术叫踏浆，光脚踩。这样的葡萄汁酿出来的红酒是最好的。哦，咱们见见。你见过？你见过？大木桶里边都是葡萄。哦，采酒这几个闺女们都来了啊，坐这儿脱鞋。哦，有那个偏袋的布鞋，有那个说法国姑娘穿偏袋布鞋，双前的那种胶鞋。哦，还有那绿色的解放鞋。哎呦，没错，为例啊。嗯啊，脱了根亮脚，亮。而且，嗯，我这有点酸了。哎呦，这可不嘛，妹妹啊，你都发酵了。哎呀，脚发酵。你看我姐姐，我这都跑白了。哎呀，哟，她那乳都长毛了。哎，别说话，来，咱们采酒吧。这叫采呀。哎呀，采完直接就发酵了，这。这喝的才过瘾。喝的是酒吗？你这你外行啊？好食品都是这么加的，我都没听说。山西、陕西面食最好。对呀、啊。最讲究的是家里那个妇女拿脚踩出来的面。那么和面一盆面啊都和好了、嗯、这女人把袜子脱了跟着吧别踩这盆里踩面白着煮这面好吃是吗你哎呀少见都你买个成包的瓜子儿啊对瓜子儿啊包好都是老太太们刻出来啊你早告诉我呀这个哎呀我出一包来你吃那个柿饼吗柿饼子，柿饼老太太晒的，分怎么晒？老太太脱一光膀子啊，脱一光膀子啊，哎，先整个先试啊，拍瘪了，拍身上啊，这身上，老太太倚着那墙，哎呀，跟这儿晒，嘴里边还得啃着鸡爪子，这是加工那个脱骨凤脑，嚯、哦，知道吧？这是晾柿饼子啊，脚底踩着面啊，哎呀，啃着鸡爪子。美食必须没老太太，什么哪儿有这个？好食品都得这样啊，是吗？得这样，好酒来，行行啊，来葫芦，行，干，干，干，小味儿大人，又没得聊了啊！公主看看，不就是画画，画画，这接画，公主画，画了一张床。哦，双人床，瞧、啊，好吧。公主还挺大的，我抡圆了，怎么了？干嘛？不给你拿我当卖家具的啊？这嗨，你怎么想的？这是，他这一脚把公主踢出去了啊！咕噜咕噜噜，踢出去了，咕噜咕噜又回来了。哎，岂有得亏一米六高，一米六宽。哎，完了，起来，分开踢我吧！啊，这话吧，一脚踹出外国话。啊，是外国话哟！你会说了啊！你这一看我会说了，画床没有别的意思，我要嫁给你呀、啊，这就对了嘛。这句话说的我心里窝里边了啊！以后我就是今儿鸡自小鸡产的驸马，这可不露脸。公主一宿下一娃啊，这几个高产的妇女啊，我太好了，娶的真娶啊！人家这叫下嫁，对，而且关键是她能生能养啊。是啊，你看有两天我就儿女双全了，哎，这就全了。对不对？要生儿子，我起名就叫于谦。哎哎哎！叫同行，生儿子起名叫同行。同行要生个闺女，我得起好名字。叫什么呀？起个雅一点的名字是吗？起个花的名字哦，像梅花一样。好、哦，就叫雅梅。雅梅，以后我就是雅梅的爹了。嚯、哦，你一喊我可好听了。怎么喊呀？雅梅爹，这么喊。